那么好啊你。除非有海豚音才有可能。接下去就可以。打错了。等一下。再一次。运动，好，很好，转回来，然后再转出去，转回来，成功，还可以。你稍微检查一下，这个，对，看有没有坏掉，是全新的哦，喜不喜欢？喜欢。帮你检查。
这么仔细啊。加速，好啊。这个跟这个没办法听节奏，因为音乐不一样，所以必须数拍。对，就要数了，好累哦。放弃了呢？超烂。然后现在这一双是旁边的漆都掉了。好厉害。所以我们都把它寄在店里，那个他们的甲虫店里面。哦。然后这样电费才不会那么凶，不然你知道电费，哦，好恐怖哦。你知道电费多恐怖吗？